在实际操作中去控制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二，插上电源，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。三，摇摆机型，如果粉碎比较硬的物料，建议先倾斜机舱，再打开开关。打粉的时间需要根据物料的硬度来控制，一般的物料大概在30秒左右压头，倒出粉末。